江苏米奇妙教玩具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中国教玩具之乡曹店，隶属于运河古城扬州。曹店上扼古运河，下控射阳湖，于2006年被确立为江苏省重点镇，也是扬州市“十二五”规划重点发展的区域中心镇。公路畅通，交通便捷，10分钟驶入 G2 京沪高速，20分钟进入高铁，50分钟到达扬泰涟水机场。江苏米奇妙教玩具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注册资金为3058万元人民币，公司占地面积2.5万余平方米，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教玩具集团公司之一。本集团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自营进出口企业，主要生产钢制、注塑、滚塑、木制、软包等室内外大中小型玩具、幼儿教学用品、蒙氏教具、桌面益智玩具、人造草坪以及塑胶跑道等近1000个品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大中小学、幼儿园、地产、体育公园、商场、超市、玩具批发商等，并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江苏米奇妙教玩具集团有限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及先进的生产设备，有各类技术人员200余名，拥有大型剪板机、折弯机、全自动弯管机、车床、冲床、古洗床、注塑机、吹塑机、滚塑机及儿童木制品课桌椅等家具系列加工流水线、金属钢管静电喷塑流水线等，产品通过了 ISO 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3C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欧洲玩具安全标准 EN71 认证、GBT 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中国玩具协会理事单位、3A 信用等级企业，产品质量险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目前，米奇妙集团制定了以飞镖无动力游乐设备、户外小博士滑梯、户外自然木、幼儿园环创功能室为主，桌面益智玩具、教学教具、淘气堡、健身器材等为辅的营销策略，形成了以品质、创新、服务、团队合作为核心的企业文化。随着业务的迅猛发展，米奇妙率先将设计部迁入上海，以适应新时代多元化的设计需求。目前业务范围遍布全国21个省、183个市，并在欧美、中东以及东南亚地区迅速扩张，逐步实现业务全球化的愿景。通过网络、营销、管理、人才等各方面的全球化，使米奇妙品牌得到最广泛的认可，真正打造成为国内领跑品牌。2014年参与制定全国教玩具行业的标准，2014年参与制定中国国家玩具安全标准，2017年参与制定中国玩具协会无动力类游乐产品联盟认证规则，2019年参与制定上海市教玩具配备标准。如今，米奇妙人将不忘初心，开拓创新，提升自身的品牌效应，砥砺前行，积极面对挑战，把握机遇，提高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客户角度出发，实时把握市场动态，紧跟教育新趋势，米奇妙人将以满腔热血、精美产品、优质服务回馈社会。我们诚挚欢迎各界朋友交流指导，互惠互利，合作共赢。